发源于东方的中华武术不只是一项健身强体的运动，其源远流长和实用的价值早已成为华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一个世纪前，武术奇葩生于清朝光绪17年的周荣祖师，融汇了洪拳、蔡家拳和北少林拳于一炉，创出了周家拳，并和四位弟弟周谢、周彪、周海、周田并称为周家五虎，以多位杰出的门生积极地推广与发扬，让周家拳迅速发扬开来。今天也就是在一个世纪后，周家拳在世界各地从众多拳种流派中脱颖而出，扬名中外，放眼世界各地皆有周家拳的武术同门与精英。今天新加坡周家拳武术联合会能够很荣幸地在此主办第一届世界周家拳武术大会，我们由衷地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周家拳前辈和同门的赏脸与鼎力支持。各位亲爱的嘉宾们，让我们以最热烈、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海外的周家拳前辈与同门。周家拳的特色，正如我们祖师周荣担任副军总教练的时候，李富林将军提升给周荣之周馆仁义堂的门联，用力力重能借力，灵机之内要关机，一样的拳路多变化，奥妙无穷。可惜在民国12年，周荣祖师患上风寒，外感传里的病势复继，告别人间，享年只有31岁，一代武术宗师陨落，精整了武林。后来经过了周谢、周彪、周海、周田继承其遗志，势力全新发扬周家拳派。今天周家拳能扬威国际，周家五虎功不可没。周家失意更是中外驰名，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王乔治二世登基大典，香港政府还特派专人前往广东，礼聘周馆仁义堂的武师队前往助兴。而英女王伊丽莎白登基大典，中外周馆仁义堂也在周彪师父的领导之下参与盛会。目前在香港教授周家拳术者人数多到难以估计，他们都是在中国风云变色的时候纷纷移居香港，并且在香港设馆授徒。至于目前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周家拳门人主要是以李坤门下的弟子最为昌盛，还有这个麦智师傅的门下也有为这个周家拳发扬光大。家父李坤师傅生于民国4年，原住广东